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王牌歌手享受这个自己的这个权力行使的时间。每次吃下午茶都喜欢吃这种橙子的味道。经纪人怎么自己吃进来了？那些我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经纪人也有饿的时候，好吗？歌手就在旁边眼巴巴的看着你吃，哎，你们待会回放拉拉的表情好不好？好可怜，经纪人不能吃吗？可以的，但问题是四个人里面你是第一个开始吃的。好好好，吃，都拿走。谢谢姐姐，谢谢，啊，好漂亮，谢谢。好。行使权利不是说吃下午茶这么简单，这一轮呢，你们可以任意点名我们的流浪歌手表演歌曲，同时他们的经纪人还要伴舞。我很喜欢喝这个八二年的茶，最炫民族风啊！容祖儿点名最炫民族风。哎，服务员，另外一个水。谁是服务员？小心我作为洪涛老师的那个同样职能的人，我开除你的位置。哎呀哎呀，麻痹了。哎，腿脚都一下有一些心酸吗？哎，怎么？苍茫的天涯是 OK OK 好，有音乐吧？我们谢谢你，来有音乐吗？啊，好，后面的朋友就后面的朋友一起来，而且放这个音乐，待会我跟黄之烈一起。音乐来了。Coco 李玟，Coco 李玟，Coco。